图很好，只是我依然不知道你会什么时候回来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无聊？不知道你住的地方是不是牢靠？不知道你现在飘上哪里？外面可好玩了，要不要出来跟我玩啊？就是知道玩，什么时候才回来啊？不知道这些食物合不合你的口味。有时候觉得你下一刻就会回来，可是下一刻又觉得你根本不会回来。每一种熟悉的味道都会让我想起你。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。有时候觉得你已经回来了，可是又发现那根本不是你。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又或许你在回家的路上迷路了吧？我还是去看一下好了。很明显，你不是迷路了，你的确是还没回来。就算你没有回来，也要让一切很好。就像三叶草和四叶草很好，番茄和秋葵很好，米饭的味道很好，豆腐的颜色很好，司康的温度很好，蛋包饭的样子很好，酸梅汤也很好，都很好，只是等待不那么好。我知道你的远方很好，所以等待也是可以很好的。滴滴出行，行程分享，让关心你的人放心。设置紧急联系人，给他分享你的行程吧。不着急，小青蛙一会儿就回来了。